昨日华晨宇在微博上放出一张与李治廷一同玩音乐的合照，并配文：旅途的花样二姐爱着张歆艺，眼中的我们音乐不能。两个 boys 艾特李治廷，画面中李治廷抱着吉他，华晨宇蹲在一旁，两人一同沉浸在音乐中，显得十分投入。而网友最关注的却是华晨宇的新发型。从出道起，华晨宇无论是卷发还是直发，都始终留着接近眼睛的长刘海，而这一次他却将刘海剪掉，露出额头，整个人变得清爽许多。巨大的改变让一些网友一时间竟没认出来，而更多粉丝则纷纷在微博下留言直呼：好喜欢你的新发型，帅我一脸，花样的你很棒，又慢又暖，是我心中的华晨宇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